就很久以前我见面了一位女孩，朋友我告诉你那时候我见她好帅，然后我就问她美女你今天怎么样，然后她告诉我帅哥我爱你怎么办，我就笑，然后我加她的微信，她给我她的手机扫描她的微信，晚上我在家跟她说话跟她聊天，我没你去谈谈，她是我